再关心昨天呢来到台湾的大陆海协会会长陈德明，今天上午呢是搭高铁直奔高雄，不过在高铁站呢依旧是躲不掉遍地开花的抗议民众。陈德明今天上午10:30是抵达了高雄左营站，包括了南社、台独联盟和法轮功等团体上百名人士到场抗议。虽然现场呢已经部署了层层警力，不过还是有抗议人士将饮料罐砸中了陈德明的车窗，但是没有影响到陈德明的行程，继续前往参访屏东农业科技园区和台湾农业生技业者交流。